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我哥跟我嫂子要回老家了，因为马上春节了嘛，他们两个孩子在老家呢，想提前回去多陪陪孩子们。然后我们今年可能没啥大事儿，应该就不回去了，因为老人孩子都在这边。然后我们今天约的就一起再吃个饭，算是为他们送荣幸吧，吃一顿年前的最后一顿饭。现在我们去找他们会合哈、啊。这都可以哈、啊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去年的从江苏回来了啊，刚昨天刚回来的。那个是五香的，那个是辣的。好巧，买东西的认识我们。对。给孩子买了零食。哦。我上人去了。上人去了。他。我天天看人家。他哥不是要回老家了吗？哦。然后今天。跟他们聚一下，然后给孩子买零食。大哥给他串儿。谢谢。没事。我们多少钱我们付给你？是玩串儿。对，玩串儿。我们在那个哪儿？何润卫老是买。何润卫跟我们这是一样的。谢。没事，你俩真高。我们加微信了，到时候请我喝酒，请他喝酒啊。一定去啊！一定去啊！你，我现在看你们。行。他也认识我们。是吗？太巧了，我们走了，他们等着我们。走了，拜拜。他家的串儿好吃，真好吃。对。不知道这边也有，以前都是在那个何润伟。对。然后给孩子们买点这个小零食，今天找他们去。这个大哥真是太热情了，这玩意真是太热情了。他给我拿串儿时候，我都赶紧拿手机给他扫钱，知道吧？但是他立马叫二维码，赶紧收走了。我没办法扫，我没现金兜里，知道吧？这个搁视频里要声明一下，大哥一定要去喝酒。啊，一定要请你到小院喝酒啊！到时候你要不去的话，我还来找你。对，来找他，还吃到了串儿。对。做生意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真是不容易。对。哎。好。现在已经到了，他们也到了，在那边呢。现在已经回去了。那哥今儿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。今儿吃了这顿火锅，一口气开到家。我换出来，路上不堵车。不堵车是吧？爸爸，你一连。和你一连。帮我领两个这热水。来，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。明年再见。多吃点儿，反正路上饿了。误区这饭太贵，正好这村里搞副局吃饭了，误区也出。对，这一顿尽量别下副局，这一顿要顶好几顿，多热量。简直到家。这也是咱的年夜饭，属于。坚持。对，年夜饭。我一直不能给小伟喝点儿，下次练练。来了去小院，来了去小院。来吧，来，好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，走吧，走。